空，砍你去死啦！我顶多希望你哦、喔，快当食槟榔，食到口腔癌，食薰食到肺啊，上好是啉这啉到肝癌啦。当年男神我后头就出钱甲你斗相共，你请人要今仔日的救命？那不是咱条件讲好，我哪可能和你甲巴肚内质量过关啦？我委屈我自己，真受做超过三十年的乌龟，你卖我啊！那你即摆意思是讲，志良，伊永远都无希望啊？无唔对。好，即摆来去找伊麻烦，当夜兵，甲咱过去，再约大伊秘密讲伊知，叫伊做公事。咱两个不是讲好势啊？这个秘密只有你知影，我知影。最后，咱家来甲这个秘密载入去棺材内，这封建下代绝对连个第三个人知影。是你家己无遵守约束，把我的后代当作是外人，你看的。拄则我已经当大家人的面讲啊真清楚啊，想要接我的班，志忠、志良、志涵拢有机会，各凭本事。只要志良以后表现比志忠、志涵较好，伊要接我的班，我无话通讲。叶哥，你即马要逼我地纸写予你，指定志良接我的班，我做袂到，嘛无可能。叶哥，你后摆莫阁提起这件代志，啊，若无你所得到答案，完全拢共款。相信我老有影要得到物件，我最后会得袂到。我要看，看你去死啦！王世雄啊，我甲冰春小你今出来煞无算袂少哦，谁让你甲即摆阴魂不散？哈哈哈！玉英啊，那你这支嘴我算欣赏的，三十年来拢无改变，啊骂着咱笑夹夹，格格相认。你知就好啊，这你讲话上好是靠温存，卖了我生气。啊，那无你就是反正咧讨白听。了解，啊，就是了解吼。今仔日我看到你名，就安尼欢头喜面。咱讲实，我即马对你的热情哦，未卡输咱较早热恋的时阵，咱热扑扑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的见面绝对和和气气，袂冤家。你是咧笑啥？今我看无你话过去啊！我就知影你还阁真关心我，我实在是真后悔。后悔讲事当时吼无听你的苦劝，安尼变两个日步，步甲两百三十匹拢落了了。所以吼、哦。你今嘛你放心，我今嘛槟榔改啊，改食口香糖；阿芬嘛改啊，改食蛤蟆去。阿哥，我烧酒嘛无啥咧啉嘛，我今嘛用你讲是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。我顶多希望你哦、喔，快当食槟榔，食到口腔癌，食薰食到肺啊，上好是啉这啉到肝癌啦。我甲槟榔早都已经给你五千万，袂当你甲志良的关系啦。你免小心讲要提志良身材来你威胁我。啊，若无，我连你的瓜沙粉我都甲你送来，而且啊，你去选恁代表，唔相信你再试看卖。就用啊嘛，莫安尼，人讲一夜夫妻百世恩，对不对？啊，拄着面，咱都无讲到半句好话。你甲我点名，什么人甲你上啊无？我唔知你会记你当初时，我有心要求你甲我结婚的时阵，你安怎回答我？你讲老小姐，你想要做老母，还是恁家的代志？我管这用也未做好，要做老毕的心理准备。你若要，你就把囡仔提掉；啊，若无，你就凊彩找一个人嫁。安那，是未到这句话记得这么清楚哈？敢有？我真正有安尼讲，但我真正有安尼讲哦，我真正真该死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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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那，啊，看我家己咧做一个拍个底，你对我奈唔甘吼？我刚才想讲要甲你斗相共一下啦，安那有爽无？啊，你敢真正无要留甲一点仔情分啊？留情分？哼，你食较歹咧啦！反正这是我最后一摆出来见你，你若是继续对我高高低，后一边我免甲你动手，你嘛唔能叫我现在出面像你啊简单啦。老友英，你真正要甲我输赢？无唔对啊，安怎？陈晴，你这种早就已经生理失败、凄惨落平的流浪狗，你也要跟我斗气？哼，有一挂人，
爱知免话啦，也毋过煞无钱通好加油，就是亲像你这种，穿甲是真亲像人，结果呢，落地也是连2000块都无。唔对，所以我来找你。你平常来找我，我嘛不可能插你啊。你唔插我，安尼好，我直接来问志勇。我得，刚刚你真是真遐难弄，你要控我冇送我呀？唔对，迄当阵我甲恁提一条5000万的，我答应你，从此以后无要阁甲恁当阵。志勇，我袂得。自当时我是想讲，我有迄5000万，我袁世雄还阁有机会伫咧事业上东山再起。想袂到我去就啊上海，向世界，今物我志勇无，你叫我要安怎？所以你就想讲要阁来威胁我？你放心，君子一言九鼎，我讲过的话，我绝对算话。坦白讲，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在我要死之前，我希望会当见到我的后生志良最后一面。相信我这款小小的要求，你应该会拒绝才对了哈。你讲有面讲你家己是君子吗？你我目睭内，你敢那是一个废物、笨手、垃圾啦！这两人只要有亲像你这种不正老爸，我看伊干嘛一头拢好死啦！啊，你若要死就做你去，上好是死拢分拢好。志雄，他即嘛是成年人，伊有权利知影家己的身世，嘛有权利决定家己要安怎做。我比较较相信，伊若知影我是伊的老爸了后，伊袂参你同款心肝遐凶。叫我去死！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应该知影我要创啥。这是30000块，你摕去买狗饲料，莫亲像小狗共我死在路边内边。叫起，紧走！多谢，多谢你的糟蹋嘛，多谢你的侮辱，安尼我就会当心肝了断来无顾一切情形。当日吴先生讲，今日之内我要治3000人，要若无，过今日我唔知会做出什么失去你弟的代志。你敢？我敢，只要你敢折磨我，我什么都敢。刘玉英，你卖逼我，你上好卖逼我。做出失去理智的代志，在。